我叫 Melody， 我住喺香港，这是我的心声。呢度系我嘅社区同朋友。我嘅心声系重要，我系香港人，我同其他人都一样有同等嘅权利。政府需要明白我的重要，让我可以快乐和实现目标。我们在学校或者工作上需要一些协助，但我们仍然社会一份子。我们的支援也未足够，所以我们需要发声，请将我们的声音传扬出去。